先，我刚之前之前就发现一件事情，哎，这样穿鞋子。我跟你讲，我如果我穿袜子，我没有办法踩效果器。那你这烂理由不行，我也。为什么？我踩下去是肉哎。没关系啊，我也想把手直接踩啊。我会踩不准啊，不行，然后我会跌倒。看大家都多老实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就是我一定要穿鞋子。这不是犯规，这叫没礼貌。拍子，拍子，拍子，拍子。我如果没有穿鞋子，我没办法踩效果器。这是借口，你看到我已经可以踩。对啊。你有没有想？还好我有先想好，然后再。我觉得你这个就是不敢挑战。我是把鞋子拿到这边，然后再穿上去。我不是穿着它进来的。当然不行啊！你我讲你现在穿它已经很过分了。我知道，我等下会擦干净，我等下擦。我只踩这个位置而已，我等下会进去。他不好意思说他的脚很臭，所以就要穿着。我喜欢你刚刚那样的油。下一首歌就唱下去这样子。下一首歌要检讨一下脚臭问题吗？不会，我穿鞋。